黄毅清最近在娱乐圈真的是经常出现，没有一刻安稳。这阵子他和崔永元正撕得火热，还未分出胜负，又有事没事去招惹一下周立波接他弟。当时周立波就点名回怼过他，纸糊的飞机，黄毅清的嘴。随后黄毅清也发文回应，我话太多了，还在评论区表示我爱周立波，可以说是服软了。但是他黄毅清却并没有收敛，9月24日他又发了一条爆料微博，牵扯到周立波，言论中感觉经侦总队是他们家亲戚一样，什么都让他知道。可能周立波平时也不关注黄毅清，并没有回应他。而26日上午，周立波发文直怼黄毅清，上海市经侦总队是你家三产，你是上海市经侦总队的发言人，你可真健谈。接着一串顺口溜怼过去，表示别用你的明天来惹我，你惹不起的。这条霸气回怼的文案也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，表示很解气，也支持周立波和小崔。而对此黄毅清也发文回应，我又没说你坏话，你激动啥，并喊话周立波称，波波等我几天揭露完崔帮你报仇后再来问你要签名。对此不少网友表示，面对周立波的霸气，黄毅清这是认怂了吗？